学习是没有止境啦，从小学我们都学到了，从课本上，所以我每天都会抽出些时间来温习课业及准备明天啊所上的课的一些资料，那永远都会保持自己在啊最了解的状态下去了解老师所教的课业，这样真的是对我有所帮助。然后至于考试之前呢，我会做好充足的准备，阅读回之前自己所做的笔记，这样我考试才会比较得心应手。睡觉前，就是说前晚睡觉的时候，我会确保充足的睡眠，这样以最佳状态应付考试。为什么我想要在这里成为 Brand Smart Achievers 呢？就是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尤其是那些学弟跟学妹，那些学生们，希望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启发。然后至于这一路走来呢，其实我使用 Brand 已经大约7年了，我觉得在学习上 Brand 真的帮助了我很多，尤其是现在，就好比刚刚我所说的，我目前为止是在临床经验嘛，所以我会每天早上7点到8点之间，我就必须在医院值班了，就是所谓的上课，可能会值班到晚上12点1点，所以会需要很好的体力跟体魄跟集中力来上课来应付。所以每当我觉得精神不够集中的时候，我都会喝一罐 Brands。我发现到它真的能够帮我更加集中我所做的事情，以确保我所做出来的事情会比较更完美。